屏东亚尼部乡由全台唯一用风欢喜的创立词，屏东亚一年一百个欢喜文化节，生命人生五个月也会开始期盼。每方表示讲呢，去年有去求文工看的好生的，今年是得去创立词完成看，本文工继续不比大家行业损失。用滚筒同油麦将满脸斑毛，再叠上缝子，动作可以来简单，其实而注意还挺多。夹麦麦同可以挺多啊，泡泡的冰落去啊，爱爱过过圆吼，用过啊，你用个嘟嘟吼。苏英文功夫系顺传统嘅规矩来配置，有扶手、扶绳同扶担，相当速度靠神嘅反应。风洪文公，从你从洪文公命令。每个人员咯，吼，我来金榜题名，最面还有一个负担，吼，来去证明讲啊，哎，我们有生命嘞，我们有文工的保佑哦，我们福祉会得到金榜题名。同厂里慈庙房准备给印刷版文工户的比较，数字版发给数量唔多，音译盲目相同。做一本好字体验，老祖宗的智慧。目前的办法吼，系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啦，吼，透过我们的情绪的音质的发通，我们可以同我们传统的技术，同我们现代的创立词，本我们学生的特殊的意涵，两个结合好起来。二十五号的汉语文化节将会进行三天里，还有几番汉语亲子说书比赛，你不落给台南的发通。庙方马德斯去年在汉文宫祭奠当年抢先的学子，今年要做转来完成。用双手牵温馨牵的发通，向环文工祈求来年的学业顺利。下届新闻，潘胜峰评论报道。